传送着你的事迹。与水同行，这个露台不属于你们这些生物。风暴即将来临，我命令元素摧毁你们，你们逃不过这场风暴。恐惧将吞噬你们，神探绝不能泄露。不，这些水我必须抵抗，我不应该惧怕。我必须保护这些水，我将驱逐你或是杀了你。谢谢你，陌生人，我重获自由跟咕噜魔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啊。再见，再见。现在得走了。我
我必须让水变得清澈，不再浑浊。你愿意帮忙吗？光明将远离你，黑暗会笼罩你，而潜伏其中的阴影将让你感到恐惧。需要再靠近一点，你会尝到恐惧的滋味。